half down, 5.5 down, 9 forward. This is 装甲步兵班对抗比武演练，以装甲步兵班进攻战斗为背景，构设实战化训练条件，按照步兵特战化的要求，把装甲步兵班技术科目、战术科目连贯起来，全程进行对抗比武。登车出发！ 这是一次正在进行的装甲步兵进攻演练，参加这次演习的官兵就是来自于赫赫有名的济南军区猛虎师铁拳团，这是一支有着辉煌战史的英雄部队，是我军首批列编的应急机动作战部队，更是一支以猛虎精神著称的钢铁劲旅。战争年代，先后参加了辽沈、平津、恒宝战役等大仗、硬仗、恶仗。 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进入新时期，先后参加林州红旗渠抢险、赴四川抗震救灾、跨越2009陆寨实兵演习、建国60周年首都阅兵、雪山决胜2011实兵对抗演习、赴西藏高原地区演练等重大任务。2010年5月，全军首批列装新型轮式步兵战车。 2011年12月，正式改编为机械化步兵团。今天将从这次演习对抗中挑选4个战斗班进行强强对决，到底谁将成为真正的陆上猛虎，水中蛟龙？我们拭目以待。我是铁军团政委高玉贤，担任此次比武的指挥员。在聚焦大营的工作时间中， 我感到，一名指挥员首先是一名战斗员，是一个兵，只有深入训练一线，与战士一起风吹日晒、摸爬滚，熟练掌握各种装备的技术性能，才能赢得战士的士气，才能具备打胜仗的底气。今天，我将和我的战友们一起并肩作战。首先，我要隆重推出今天参加比赛的各位铁拳战士。大家好，我叫尼波。 四川南江县人，现任装步八连，三排代理排长，在管理上面我是比较严格的，对新战士或者是老战士都是一样对待。有句话叫做“慈不掌兵”，我希望把他们练成像铁拳团一代一代的传人。 Thank you.
我是蓝队车长杨云，就是比我队员们非常有信心，难度越大我们的斗志越强，这些科目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毛毛雨。我叫于小龙，今年24岁。我个人觉得一个男人他不当兵是一种损失，咱们当兵穿上了这身衣服就意味着流血和牺牲，汗不流干，面不休止。我叫郑毅，参军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特种兵。在训练场上，当我端起枪的那一瞬间，两下靶子扣动扳机，一把击中，这就是我。这一次参赛，我就是要赢。第一关四进三比赛规则，四个战斗班班长受领比赛任务后，同时进行匍匐过泥潭、跳火圈、地桩网三个科目的比拼，然后在消耗大量体力的情况下进行40火箭筒的射击。此关以速度与射击精准为评判标准，用时最短及射击目标最精准者胜出。原猛两名场比武现在开始。他们每天都要顶住风吹日晒、冰雪雨淋、蛇蝎虫咬这样的魔鬼训练，他们的战术动作每天都要重复成百上千次，他们的目标就是要锻造成为一把克敌制胜的钢刀、射敌魂魄的利剑。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锻造出一往无前的猛虎传统，铸成了永不磨灭的猛虎尸魂。在经过水与火的洗礼和考验后，四个队的队长都已经筋疲力尽了，不知道在经过这消耗大量体力的情况下，他们是否能在下面40火箭筒射击科目中依然发挥出精准射击的正常水平。
在经过前面匍匐过泥潭、跳火圈、地桩网三个科目的比拼后，四队的车长进入了火箭筒射击。要知道，在前面的比拼中，他们已经消耗了大量的体力，现在要看他们谁能够心不慌、手不抖、凝神静气、精确一击了。实弹已经装好，目标就在眼前，保险已经撤出，射击即将开始。40火箭筒是一种近距离便携式反坦克武器，它的射程虽然不是太远，但要打准也绝非易事，可不是随意瞄准目标、扣动扳机那么简单，要考虑场地内的风向、风速、气温等多种因素。40车长几乎同时发射，从四个靶标腾起的烟尘就能看出，从左边数第二个靶标炸点位置明显偏低，估计没有命中，这可是黄队要打的目标啊，看来他们此关凶多吉少。下面我宣布第一个环节比武成绩，一号队勇士1分40秒40火箭筒命中一发，二号队勇士1分32秒40火箭筒命中一发，三号队勇士1分42秒40火箭筒命中一发，四号队勇士1分45秒40火箭筒命中零发，四号队淘汰。向左蹲，起步蹲。红队驾驶员李根阔，现任铁拳团2连装甲技师。无论从兵龄层次和战技能技术和团队精神，我们红队都有信心拿第一。1-0，山东临沂人，日入50年来，经过部队首长和战友们的帮助，从一名新兵进入了班长的岗位。有缘参加这次比武竞赛，自己感觉对手比较强，但是我相信我比他们更强。我叫樊龙龙，河南漯河人，参军5年以来，在部队得到了很多的锻炼，中国梦、强军梦和我的梦。那么我的梦是怎样的呢？就是在此次活动中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第二关3-2比赛规则，晋级的三个战斗班长组织本车成员在10分钟内进行滚轮胎、更换轮胎的科目比拼，然后在15分钟内进行山地障碍穿越，全程1.5公里。此关以速度与驾驶精准为评判标准，
在规定速度内驾驶精准者胜出，未达到规定速度驾驶违规的一队将被淘汰。进入第二关的是红队、绿队、蓝队。开始！随着比赛开始的指令下达后，各队队员迅速扶起眼前的轮胎，在一声大吼后，红队率先搬起轮胎冲向更换场地，蓝队、绿队紧随其后。绿队可能由于过于着急也出现了失误，蓝队迅速反超，第一个到达布站车旁，准备更换轮胎。时间长点，红队紧随其后，绿队你们可要加油啊！加油加油！本关比拼的是更换轮胎，是轮式布站车实施野外自救的一个常用训练科目。尽管都是更换，这可比我们平时给汽车换个轮胎难得多。这么一个几十吨重的大家伙，它的轮胎可想而知有多重。别急，我们的参赛队员自然有他们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你看，红队开始更换了，红队好像碰到了困难，轮胎怎么都安不上去。轻一点，低了。仔细观察，他们决定用千斤顶把布站车再升高一点。好，快再打，再打，再打！哎，对。好，这两个也对准这俩也，看到没有？啊，好。弄个车看，一，停好，来，一，好。好了，好了。哎呀，先别换，先别换。一，好，好，上楼上，上楼上。把电上电了，电了，掉线。掉线吧，电车。前车的砍一个，这个地方砍一个。这时，先前就落后的绿队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连搬带敲。最后也决定用千斤顶再次增加布站车离地面的高度。好，他们装上新轮，开始转动轮胎，检查是否完全牢固。先把它抬完，来，来，一，来，来，过，过，过，一，二，好，转一下，转一下，别下面。套螺丝，套螺丝，套螺丝。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场上三队队员都在紧张的进行对布站车车轮的安装。蓝队已经开始上螺丝了，上螺丝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给车轮上螺丝可是讲究科学的。先用手装上和拧紧螺丝，转动车轮，再用工具将轮胎逐个上紧。螺丝要遵循对角线的顺序，以防止偏向一侧的扭力将螺纹损坏。拧紧螺栓，这些散落的固定销那可是一个也不能少啊。最后一道工序，放下千斤顶，上好轮毂盖。红队的轮式布站车的车轮更换率先完毕。随着红队完成任务，比赛场上的气氛越发紧张。
原先落后的绿队反超上来，放千斤顶，收拾整理工具。蓝队，你们可要加油啊！注意，前方敌炮火拦阻区，快速通过，开进。第二关第二个科目比拼开始了。本科目考验的是驾驶员在复杂和浓浓硝烟炮火的道路上能够灵活控制车速和换挡驾驶的技能。他们依次要通过的是有炸点的 S 型限制路和障碍双图岭。
按照比赛规则，此时三个车的时速都要控制在20公里。熟悉步战车驾驶的人都知道，这种编队行进越跟在后面越难。要想达到规定的时速，前车跑2档，后车就要换3档。既然车速已经有了严格的规定，那么下面要比的就是驾驶员操作的精准程度了。猛地一看，步战车穿越 S 型限制路好像类似驾校的考杆，其实两者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步战车的车距长，转弯半径大，特别是关窗驾驶时视线狭窄，再加上现场此起彼伏的炸点干扰，都会对驾驶员的操控造成很大的困难。那么究竟哪一个队能顺利闯关呢？让我们跟随着比赛的进程去揭晓答案吧。哎呀，三号蓝队碰倒了一根杆，又倒了一根。现在三辆步战车依次通过双土岭，每个土岭的高度在1.5米左右，坡度超过30度。车辆在驶向坡顶时，驾驶员在车里只能望着天，对道路情况一点都看不到。特别是车辆重心通过坡顶零线的一瞬间，如何控制油门保持方向，全凭长期苦练形成的感觉。第二关，三号蓝队驾驶违规被淘汰。下面我宣布第二个环节比武成绩，三号队淘汰。站住！停好！站！我叫梁勋，四川南充人，是本次比赛中红队的炮长。2010年大学毕业后来到部队，在部队我主要是想锻炼自己。针对此次比赛，我们队的都是技术非常过硬的老车长、老驾驶员，相对于他们来说，我从事炮长专业时间不长，如果说比赛中有什么问题的话，应该都是我会拖他们的后腿，所以说我会在比赛场上加倍努力。我叫张成正，来自河北邢台，当兵6年来参加各种比武竞赛有很多次，但是参加此次平行赛还是第一次，大家为我加油吧。第三关，二进一比赛规则，参加决赛的两个战斗班需派出炮长在指定区域完成对炮栓的分解结合，完毕后快速登车将炮栓安装在炮塔上，待本队驾驶员行驶至射击地线后进行实弹射击，用时最短及射击目标最精准者成为本期终极英雄。各车注意，在战斗中炮栓发生故障，迅速分解结合，排除故障，开战。第三关的比拼是在完成炮栓的分解结合后进行夜间实弹射击。进入决赛的红队和绿队，到底哪个队能夺得最后的终极英雄呢？炮栓在夜间分解结合是对炮长专业技能的考验，在视线不良的情况下，如果机件安装不到位，就会导致子弹无法上膛和激发。要知道，这分解结合的时间必须控制在40秒内完成，才有可能获胜。作为决赛，任何的失误都有可能导致最终与冠军失之交臂。这是第二组的张腾腾，
光看他佩戴的中式领章就知道，他可是今天参赛选手中军衔最高的，那是不是技术也是最高的呢？只见他不断地挥动着手中的小锤，正在进行结合炮栓的最后工序。这30毫米机关炮的炮栓上，又是附近簧，又是固定销，结构可是很复杂的。分解结合这每一步动作，不仅要有力，还得用得巧，才能抢时间。那可就要看谁对武器装备掌握得更熟练了。最终还是绿队率先完成了对炮栓的分解结合，红队要加油啊！眼看着张腾腾已经完成了，一旁红队的梁鑫也加快了速度，他抱着炮栓几乎是脚跟脚的上了战车。这个环节上落后似乎已成定局，要想赶超对手，那就要看在下一个环节的实弹射击中的表现了。两辆步战车先后开上了射击地线，现在红绿两个队要参加的决赛已经不是一场简单的单车射击比赛了，而是实战条件下的综合战术演练。这两个车组既要以车载火炮对无照明目标进行准确射击，又要为紧随其后的装甲步兵进行引导射击，也就是说他们在步战车上要是打不准，后面的其他火器恐怕就打不好了。现在两个车组已经完成了射击准备，只等指挥组的一声令下。遵纪注意，雷雨放前来听10656两发就扔，预备放。好，绿队两发炮弹准确命中目标，有敌营指挥所的目标区，伴随其后的装甲步兵也就明确了自己的基本射向。现在各种轻重火器一齐开火，夜光弹在夜空中划出条条弹道，准确地聚集在不同目标上。紧接着，红队的驾驶员李根阔稳稳地把车开到了射击地线，炮长梁鑫精准地操作着控制台，利用微光夜瞄装置快速锁定目标，发发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飞向了2000多米外那一个个肉眼很难识别的目标。喷火器也前来助威，步兵开始冲击。两个车组继续延伸射击，支援步兵冲上了高地。一场精彩激烈的夜间进攻战斗胜利结束了。红果，我们这两天视察室的比拼获胜的队是二号队，队员分别是正义、
张腾腾、范龙龙。下面请获胜的三名队员在元猛练兵场的旗子上签下他们的名字，以示鼓励。大家欢迎。